今天还有杨佩仪是吧？咱们著名的杨佩仪小朋友，在吗？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杨佩仪就是那个和林妙可争论了半天到底是谁的声音的这个杨佩仪小朋友，请上来一下好吗？因为当时这个电视剧和导演的争论也是很厉害的，啊，就是我们觉得杨佩仪，来，大家亮个相，唱两句吧。我和你，歌唱祖国。是歌唱，对，他的声音就是你们大家听到的这个歌唱祖国，实际上是他唱的。来，佩仪。五星红旗映